麻衣神佛手面相看父母要学。一面相看父母。一看父母日月角。日为父月为母。男左女右需分享。左太阴右太阳。太阴太阳管爹娘。左面他现父先死。右面他现母亲亡。日月角色若光明。父母双全寿命长。日月角上若他现。父母有病不安康。轻者吃药要破财。重者要上手术台。解释，日月角位置在眉头上下，上至天庭两旁，下至两眼及眼的两角，男左女右，日月角上若光明。整节，高楼没有塌陷，写文，黑痣冲破则父母下令。反之，父母不全或多病，两角如眉头带椎间，定刻父母有危险。左带椎间刻生父，右带椎间刻亲娘，若有一宫向左偏。男克生父女克母，常若天佑理相同，女克其父男克娘。解释，假如眉头带椎间，天庭窄小，克父母应在少年。假如天庭饱满广润，克父母应在二十岁左右。五官若有一官偏左，男克父女克母，如鼻头口人中鱼类推。三最要记明眉目间，纹痕穿过父母毛，额头偏窄见伤克。发若牙眉聚不全，常若头尖先王府，地格窄小母王前，额他眉交父母丢，一高一低一见分晓。左眉高，右眉低，父在母先归，右眉上，左眉下，父在母在叫。天中父天庭母，饱满高男父母全，天中有志房父亲，天庭有志房母亲，不平破损发文亲，父母早丧夜孕难，抬头弯中论生死。上文拜天表父亲，中文表受下文母，中顿短简定不全。父母宫中喜喜皇明，父母在世有喜庆。白竹行上黑主病，青暗主在也有行。左眼头上若青暗，主房父在月内丧；右眼头上若青暗，主房母在月内亡。印堂上下若枯白，父母行伤主笑哀；年寿赤黑或枯白，病主父母笑福来。四左法令断先伤父，右法令断先伤母。法令文中至此恶，左边父死而无教，右边病有理已然，万恶之中无一错。法令可断灾亡年，十字断裂分叉看，黑之坑点三角同，男女同断看流年。法令文中若有志，父母事事不在前。解释，本人的法令文到嘴的平行线为60岁，从上往下中分为30岁，法令文中有十字纹、分叉、断裂、黑痣，长短不一，是父母死亡的流年时间。男左女右，勿记父继母怎么看，亮亮眉毛不一般，男左女右要分清，眉毛旋逆方向变，生有双重法令纹，都是一父一母人，或是过继给他人，或是破族离宗人。又还有一把看天庭，若有夭折中现祥，偏左父亲先去世，偏右母亲当先亡。七日月角上有疤痕，父母伤残刻未真，横的疤痕道路灾，竖的疤痕血光灾。疤痕便去若偏左，离别父亲随母过。疤痕弯曲若偏右，离别母亲随父走。解释，父母不分一日月角为主，为父母宫，预示父母的健康否态。气色黄明红润，祝父母健康吉祥；气色发青，祝父母忧虑。彼此有口舌之争，黑色祝父母有病有灾或死亡。额的左右，眉的上下，眼的四周，五官的偏斜，法令的流年，在与手相参照预测，正确不差。二手相看父母，一无天文不知父是谁，无人文头脑有问题。天文短父先死，问文短母先亡，天文断理已然，文中差至皆有难。前为父亲，此文农非贵子孙，坤为母亲，乱文低陷多刻破，应勿养老纵容儿。正宫看仔细，正宫横纹表子女，文献清楚能养老，文献冲破或打文，不是养老纵容儿。排线从下往上数，可知劳疾送走中耳。解释，首相中天文感情线长，父长寿，天文短，父短寿，等文生命线长母长寿，等文短母早亡。
前公主妇，为红近期有才喜，即造红青暗青色为木，金和木有争斗之势，金血之势，行克父母，破财破产，坤主母。红色为家，忌财天人，即青色，金为木，坤为土，木克土。母亲妻子孩子有病或妻子产之，二母之友的父母祠，爱好玄学性较多，一节行文多淫乱，二节行文多善良，三母之二节有横纹，能力遗产大富人，四母指二节格子纹，不富则贵，五母指插完十字纹，母亲动过手术，母指有天文方块纹，遇那有入的贵人。解释：母指主父母，第一节粗壮，能的祖业，细弱的祖业少或无主业。第一节主父，第二节主母，上面文直接表父母情况。第一节下过短父先死，第二节上节过短母先亡。正宫捏而不起无弹性，父母去世了，母指父母，食指兄弟，中指自己，无名指配偶，小指子女，六欲知父母兄弟数，手掌乾坤部位看，前为文杰数目为父的兄弟姐妹数，从上往下数，坤位的小指节跟部文数为母亲的兄弟姐妹数，从外往内数，从拇指看，下指节数完为母的数目，横纹为父的数目。上下节都是横纹时，上为父下为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